疫情好一点了啊，生意有没有好一点？应该有吧。就是他忙人家代工啊。对，没错。哎，所以我先前来的时候没有，还是说现在市场秋天冬天才是产季是吗？产季啊，像我一年要多少，我要买起来。对啊，我知道啊，对啊，所以应该是秋天冬天的时候是吗？对，因为我记得我夏天来看你的时候。对啊，哦，双子节，对啊，因为我记得我夏天来跟你买的时候就比较没有嘛。没有汉人带，那没有茶籽啊。对啊，它就还没有好嘛，对不对？还没结籽。对，还没结籽啊。结是结了，还没成熟。对啊。